就是你，这是公大白鹅，要把你吃掉。阿金来抓大白鹅喽！手蹲的那个，还没飞，跑得出来。好，别这回的，接着回去了，自己做的。好，好大，七八斤的，怎么有九斤了？十斤，九斤。完成了毛坯工作。不是的，我抓的火大了。好，烤鹅喽，这是鹅，给姚哥。姚哥亲自烤鹅，说这个火大了。哎呦！今天行呢，太阳刚刚升起时，我们就开始了。得了吧。好，快点。一大盆嘛，正儿八经的铁锅。你那个曹操，刚刚那个火小的。嗯。来，我给你帮我搞大那个。来，耶，曹操不走。哎呀，我这个手都行了。好的，一十一个。我这个还是洗过来，一斤肉一条鱼。是阿姨最忙。阿姨做。哎，我上边干活，你在这搞是不？红枣子，生抽，要几瓶矿泉水吧？进度也不得呀，重心高啊。我买点水一点。那你的抽屉里面啊？我给煮一号煮干的。我水加火。水啤酒是二煮干的，但是水一号煮不干的。水不够得加的。再给你点冻柠檬，你是还有的。炖了一个多小时了，铁锅炖大鹅，怎么样？乖乖，我就是牛腩吗？你尝一个。尝一下这个鹅怎么样？还煮一下咯，你听听。嗯，还可以。啊，还可以，我觉得还可以。难不？我熬不动了，反正。你熬得动还不是熬不动呗？这个古老的大圆桌终于派上用场了，可能有8-9年没有用了。今天这里折腾了一上午了，办长河啊。铁锅炖大鹅炖了快2个小时了，姚哥掌勺，看那个勺子多亮。今天办长活啊，小朋友就是喜欢捣蛋了，椅子都全部推倒了。这里正在想要吃橙子，吃橙子啦，橙子阿金家的橙子。
这是买的。哎呦，买的。哎呀，在打歪胡子。好，我也给你上视频了。你看我们这里，劳动人民戴着草帽在打歪胡子。一不小心。好，看我们这里帅哥美女都有。爷给妈妈吃啊。小姑娘给不小心，都不小心。要不然我也给妈妈吃。原来你是要他喂呀、啊，我以为你跟他妈妈给的。锅巴粥铲不动喽。哎呀，这锅巴烧得可以吧？轻点儿，把锅子烂的了。这个勺子，米汤，倒米汤，来来，倒米汤，倒米汤，加火，加火，加火，倒米汤，三个人同时操作嘞，我的天哪，你都不知道有一碗没有，他妈的一碗哟，这么多人光有一碗哟，哎呦，毛一上毛，嗯啊，好，回家走，走好，不不干打。好，你一开始就会出了，不干啥子啊？好，这个粥看起来好棒啊！啊，好，做一个头菜，我的火烧得很旺的，看材料都摆在这个桌子上面了，这是一大碗肉，这里是肉。大锅炒的头菜更好吃，更香。木耳、芹菜，油脂油脂的油味都没得了，还有佛教，还有绳子，这个是绳子棒的，这么大一桌啊！我们乡下就是这么吃大餐的，办的长火。出去了，我先。我这里有蚊子，这我好难找哎。妈妈，我这里面有蚊子。等一下，我找到了，拆一拆，给你。那我最近的嘛，一句话就是不要听你讲。可以接着话。嗯。记者。该是鸡嘞。鸡头。